庆祝1807年国民体育日，全国基层体育有功团体以及个人表扬大会，16号在奈斯王子大饭店举行。有脑性麻痹协会等12个团体以及嘉义市体育会理事长孙冠志等50人，分别获得推动社会体育有功团体以及个人奖，由全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理事长蔡家豪、嘉义市长涂新泰等人颁奖，就以表扬各受奖者对基层体育的付出以及贡献。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主办的全国基层体育有功团体以及个人表扬大会，16号下晡3点，伫奈斯王子大饭店举行。有中华民国脑性麻痹协会等12个团体，以及嘉义市体育会理事长孙冠志等50人，分别获得推展社会体育有功团体以及个人奖。大会主持人、中华民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理事长蔡家豪表示，在即届印尼雅加达巨港举办的亚洲运动会，台湾获得17面的金牌，成绩是历年来第二强，就是爱为基层体育扎根。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推展全民的体育，尤其每个年度的表扬大会，为什么会在9月份举行？因为我们要鼓励呢，台湾的运动人口啊要增加，因为大家都走出户外，多运动的话，才会运动久久。健康久久，这是我们县市体委在推动的目标。在刚落幕的这个雅加达的这个亚运会啊，我们台湾的选手这一次是真的是创造佳绩哦，拿到17面的这个金牌。包括嘉义市长涂省铁、代理花莲县长的法务部处长蔡碧强、立法委员李俊烈、行政院凤甲南区联合服务中心副行长徐文志等贵宾，拢受邀请上台致辞，并在致辞后颁奖。这届承办活动的嘉义市体育会理事长孙冠志积极推展地方基层体育，购买希望运动器材，让民众使用，协助办理全国性体育活动，协办推展社会体育有功个人奖。我们嘉义市政府在这一次，不论在财力方面、在人力方面，对我们嘉义市体育会办理这一次的表扬大会，也莫大的协助，我们非常的感谢。那当然，在今后，在我们嘉义市能够希望把我们嘉义市的体育从基层、从儿童开始落实，然后呢，培养我们的选手，包括参加国际赛事，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成绩。这一次的亚运。空手道委员会王毅达选手，他也得到亚运的银牌，空手道的银牌，这个是我们全嘉义市民的荣耀。今后我们全嘉义市民能够共同在嘉义市体育会大家协力之下，把体育能够办好，能够把选手能够培养好，为我们嘉义市的体育更发光发亮，为我们台湾的体育更加的发展。今年总共有5人获得推展全民运动终身成就奖，分别是高雄市体育会名誉理事长黄连富、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刘福才、宜兰县体育会名誉理事长蔡奎良、苗栗县体育会总干事谢君博、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主任秘书张武良。嘉义县市首长团体以及人员统计有台湾体育总会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罗兆琴、嘉义县太极拳协会理事长周延坤、嘉义县体育会理事长罗信富、嘉义县体育会竞技会表委员会主委柯瑞阳、嘉义市体育会理事长孙冠志、嘉义市体育会干事洪丽芬。新闻评论员嘉义市采访报道。